没好好翻一翻那错过的纪念，那些迷惘路口有你陪我流泪的夏天。时光过客，还来不及去迎合，胸口的微热总是恨不得把你守护着。 You are my pretty sunshine， 没你的世界好好坏坏只是无谓空白。答应我，那天走失了人海，一定站在最显眼路牌等着我，一定回来。 You are the pretty sunshine of my life， 等着我，不要再离开。如果有一个人，他总是经常吃自己一点都不喜欢吃的菜，那是为什么？麻烦你，不要总是问这么弱智的问题好吗？哪里弱智？很简单呀，因为如果他不吃，他会死啊。那不然怎么样？不自虐狂吗？他这么有自虐精神的不多吧？哎呀，托你的福，我还是头一次到婚礼家来的。这房子太冷冰冰了，住在这儿不会觉得不舒服吗？慢慢来吧，换一下窗帘跟摆设，应该就会感觉不一样了。嗯，这呀都是你们这些艺术家的事儿。像我这种门外汉不发言的。嗯，哎，不对，哎，你们杂志社那个陆远峰，他是不是有毛病啊？为什么他每一次看到我就要嘲笑我的品味低俗啊？对，我农村来的，我眼光差那天经地义嘛。哎，拜托你这位小姐，你自己眼光差就算了，不要拖累所有的农村姑娘下水好不好？所有的农村姑娘。不过，你可千万不要嫌弃我的礼物不够贵重哦。我本来呢是要给你买一串钻石项链的，可是被那个陆远峰抢走了。哎，你们结婚的事儿，何一梅知道吗？应该不知道吧？别呀，应该，什么叫应该啊？我也不太清楚，我都很久没有见一梅了。不对，等等，那你的意思是，何以琛从来没有跟你商量过什么时候摆酒、撒请帖？那拍婚纱照呢？哎，戒指呢？还来不及买。不是，他什么意思啊？结婚都这么多天了，就没有个时间去买结婚戒指吗？什么叫来不及啊？这么多天都能办多少事儿了？他偷偷摸摸是什么意思？他应该是还在生我的气吧？他生什么气啊？那当初分手是你提出来的吗？不是这件事情。那还有什么事儿？嗨，别说这些了，好不好？哎，今天晚上我就要开始学煲汤。
什么时候回来的？也没叫我一声。五分钟前。哦，我在煲汤。煲汤。嗯，等一下分一碗给你喝。你的电脑可以借我查一下菜谱吗？随便。怎么回事？我把汤洒了你的电脑。最近先不要碰水。你的电脑。开不了机了。那怎么办呀？有没有办法修啊？那你的资料呢？我的资料都有备份。不过。不过什么？有一份明天要用的翻译资料还没来得及备份。你英文怎么样？还好，不过四级还没有过。你来帮我翻译吧。不出来，没天理啊！国外这么多年白待了。问一真，算了，自己来吧。Hi, Mr. Han, how are you? Not bad. Yeah, I heard the case. The M&A rules may not be applied. I have another appointment already. What about afternoon?李晨，怎么了？真的这么棒？发誓情书还没开始就已画上了句点。是我们还没熟络
你怎么了？我好饿。我想吃饭。时间还在变，我们还在变，但请你相信 You are my pretty sunshine。 美丽的世界好好坏坏只是无谓空白，答应我那天走失了人海。你不是饿了吗？一定站在最鲜艳路牌等着我，一定会来。美丽的世界好好坏坏只是无谓空白，答应我那天走失了人海，一定站在最显眼路牌等着我，一定回来。 You are the pretty sunshine of my life， 等着不要再离开。干什么？我在找拖鞋。换衣服，吃饭了。哦。吃不惯中式早餐。不是，以前附近买的。味道很好，还不错。那个，昨天晚上我好像睡着了。睡衣啊，不然你想问什么呢？我是想说那个电脑我好像还没有翻译。
什么？一把何以琛的电脑给灭了？哎，我可以幸灾乐祸一下吗？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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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修电脑的高手我不认识，你再问别人吧。嗯，好，拜拜。怎么每个人都一副春天到了的样子？哎，弄得我也想谈恋爱。我怎么想起他来了？谁能得到我们萧大美人的青睐呀？什么青睐呀？我是一想到他就没了恋爱的心思啊。他呵呵，哼，一个自作多情的白痴。哇，好闪，这得多贵呀、啊、好闪，好漂亮啊。怎么了？哎，姨妹，你就把这么贵重的东西扔桌上，到时候丢了可怎么办？对啊，贵重啊。是啊，我在南京路专柜看见一模一样的，好像要十几万呢。啊，我这条是高仿。高仿？不可能吧，可能啊，高仿哪有这么闪啊。嗯，好吧好吧。哦，好了，快去工作了啊。以琛，让我爸妈后天过来。好啊，那好啊，你订餐厅。十天前他们已经登记结婚了。你出去吧。李琛，怎么今天这么早回来？法院离这里比较近。哦，对了，李琛，这个是邀请新业主的 BBQ， 但是不是我们小区的。哦，是我给叔叔阿姨买的房子，就是以梅的父母。他们也住这儿吗？在哪里呀？不在老家呢，是我去年买的期房，下周一才能拿到。到时候我会带他们看房子，顺便到房管局办最后的手续。嗯。下周一。搭配遗书放在客厅。嗯，这个盆栽也不错。选什么颜色呢？想哄，别闹啊！哎呀，
这上班不好好上，迟到不说，还看淘宝，被我发现了吧？不许闹啊！我正在办正事呢。办正事？哎呀，吃饭你找我呀？我比网站靠谱多了。真的吗？那当然。哎，我想请人吃饭，一定要环境好，有品味，但是不能太奢侈，最好一定要有家庭温馨的感觉。哦，温馨的感觉？怎么，请我呀？相亲啊？不是，我请长辈吃饭。请长辈吃饭？现在已经从一对一相亲变成了一站式相亲，带着家长一次性搞定啊。能不什么事儿都提到相亲吗？我是请家里的长辈。哦，家里的长辈，好吧。我有。那个翡翠轩还不错，安静，环境又好。还有这个小南房，他们家呀菜特别齐，但我觉得稍微有点贵，不过你自己选择，我是很爱吃的，所以我的钱都花到那里去了。哎，看看什么叫敬业、职业、专业，电话号码我都背下来了。哎，等等等等，那个你回头去那个什么的时候，我搜到好的对象，带我一块去吧。哎喂，你们晚上这儿有座位吗？矫情。厨房的基本配备都齐了，还挺大的，我想地方应该够用。够，太大了。是吧？挑高够高，而且楼层也高，从这里看出去应该还不错。再来一个红烧肉和日本豆腐，谢谢。李三，叔叔不是跟你客气，这套房子我们真是不能要，你就不要再坚持了。就是，而且我们又不住在上海，要是房子能做什么呢？浪费钱嘛。这套房子地段不错，就在电视台附近，你们可以住。他现在住的房子离工作的地方太远了。哎，不行，就算你是野梅的亲哥哥，也没有帮妹妹买这么大房子的道理的。再说了，现在老家我们住的房子也是你买的，我们老两口暂时住着呢，也算说得过去，以后还是要还给你的。野梅现在住的小公寓虽然是她自己在还贷，可是首付也是你付的，要是我们再收下这套房子，你说我们都成什么人了？李晨啊，我知道你工作很辛苦，有了余钱，还不如少接几个案子，多休息休息，不要这么拼。叔叔阿姨抚养你，真不是为了图你报答什么。不是报答。我既然有这个能力，就想让大家生活得更舒适一些而已。
可是，就当是我送给以梅的嫁妆好了。要是你爸妈看到你今天的成就，不知道有多开心呢。我接个电话。喂。怎么样啊？他们房子看得喜欢吗？还好。以梅，这房子很贵吧？估计算上装修，是蛮贵的。当时以诚让你签合同，你怎么好意思收下？我当时就是觉得，不用分那么清楚的。我以为，你以为，你呀，就是想想想，一点行动都没有。你不说，别人怎么会知道呢？再不抓紧时间，这么好的男人就要被别人抢走了。你瞎说什么？他们两个是兄妹，你这不是乱来吗？又不是称兄妹。妈，我们现在就是真的兄妹感情，没有别的，你别想了。我刚刚订了两家餐馆，一家是翡翠轩，一家是小南房，都离得不远。你看想去吃哪一家呀？我们已经在吃饭了。啊？你自己吃吧，我这里结束会送他们到火车站，他们今晚就回去了。回来了。啊。怎么了？没事，你早点去休息吧，我也去睡觉了。是不是后悔了？所以才不让我见你的亲人，也不告诉任何人。去哪里比较好？去旅游啊？去哪儿都好啊。陌生，是不是太累了？来，帮你把包包拿上。没事儿，我自己都背习惯了。其实我也想去旅游，出差都行。哎呀，是不是觉得生活压力太大，很想逃离这座城市啊？要不这样，回头我去游说主编，说不定还能送咱们一个二合一的机会。但在这之前呀，我先带你去一个好地方，保证你满意。
家美发沙龙好像还挺有名的，之前大宝还给他们家做过专访。我刘海长长了，要不我们进去剪剪，你也剪剪。我不想剪。换个发型，换个心情。走走走走。喂，你好，我是云山和律师事务所的，我想请问一下你们的副主席在吗？小姐，你想怎么剪？嗯，短一点就行。短一点？就这么简单？嗯。嗯。好啊，我就喜欢自由发挥。我想先谈两点。第一，甲方英仕达集团，乙方金氏传媒，我们希望双方合作能互惠互利。谈一下你们想法。Article 1 in order to regulate foreign labor cooperation, to help the development of foreign labor cooperation, these regulations are formulated. Article 2, this regulation to determine foreign labor cooperation, is referred to organization of labor service. 好的，我们的合作宗旨呢？是双方在合作中建立互信。第二点，惯例与默契是商业合作战略，请你谈一下这个问题。我们这边比较担心的是保密的问题。最后，还是按照你的步调走啊。哪里哪里。明明是双赢的局面嘛，张律师太谦虚了。明天下班前，我会把合同定稿发到你们邮箱。明天？效率有这么高吗？你没听说过啊，我们的何大律师可是我们政法界著名的工作狂。果然是名不虚传啊。好，那我等着。好，谢谢谢谢。行，袁律师，我们是输了还是赢了？你猜？猜？当然是我们赢了！耶！是不是应该翻倍了？不，年终奖太远了，最近赢了这么多案子，各位老板们是不是应该放放血慰劳一下我们大家了？是啊，我们组上个月连周末都没，我快连家门都找不到了。
大律师们，就适当安抚一下手下。就是。各位，你们也算是高收入人群，就这点出息。也不能这么说呀，我们要的是 team building， 就是大家一起吃吃饭，庆祝一下，也能提高我们的凝聚力嘛。就是啊。对。好好好，要去哪儿庆祝？地儿随便你们挑，一切费用和大律师全包。谢谢。谢谢大律师。谢谢大律师。老爷，你就是慷他人之慨啊。理由呢？理由？还有理由？难道你不知道自古以来挨宰的都是功臣吗？功劳越大，挨宰的越快。就是。哎，待会儿我过来吃饭。哎，美田，快，手机搜一下，最近有什么新开的、贵的，平常我们舍不得吃的。对，好的好的，等一下啊，我现在开始。李川，你可做好心理准备啊。哎，你们看这个怎么样？哎，这个不错啊。对，这个不错，但就是要会员才能带进去。律师就是会员呢。哎，很好啊，备选备选，别虚的。哎呀，去这种地方，那我们不是 team building 吗？太不热闹了。这不选。哎，我再找一找，再找一找。等等等等，我们老去这种地方多没意思啊，还不如像上次一样去袁律师家烧烤，大家一起动起来，那多有意思啊。哎，上次也蛮好玩的。说得好。就去袁律师家。那我们这次就去何律师家。何律师喜欢安静，我们这么多人去他家，不太好吧？没事儿的，没事儿的啊！我们就这么愉快的决定了，今天晚上就去何律师家吃火锅。雨辰，怎么样？你就？你是不是后悔了？所以，才不让我见你的亲人。也不告诉任何人，我们结婚了。哎，这样啊，各位，我们的何律师呢是什么德性，你们又不是不知道。今晚去我家去糟蹋我怎么样？啊！去我家吧，只要你们不觉得火锅太便宜了我。欢迎光临。啊！让我们吃了。啊？怎么成这个样子了？不好吗？好像有一点。我剪的发型会不好？哦，好，挺好的。哎，哪里好？快告诉我，我剪的发型什么地方比较好？我去照镜子，我才能告诉你到底哪里好。好的，怎么样？再仔细看看。真的挺好的。比如说。啊，艺术。对，就是艺术。你的头发免费，不收钱了。不，免费？为什么？因为，在我这儿，只有剪坏了的发型才会收费。像你这么上档次的发型当然是免费了，而我呢也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艺术家？你？那这位的要免费？也免费？没错。你怎么又在这突然剪头发？还不扫地去。哎，这样的美发沙龙，他居然还敢介绍给我，还笑。哎，你说那个大宝，他是不是自己上过当，所以特地在那个杂志社的杂志上面跟我们推荐，然后让我们一起来上当，是不是？肯定是。那个混蛋，回头我见了，弄死他。想开一点吧，啊？你说实话，我是不是特别丑？特别丑。那我呢？
丑！哎呀，你说我这样怎么去上班呢？哎呦，哎呦！今天咱们提前下班啊！哎，你们两个坐我车，咱们一块儿去买吃的。好。哎，对，小航，你回家拿几瓶你珍藏的好酒啊。剩下的人都跟以琛走，开车别跟丢了啊。好。哎，好。我就知道你小子打我们那酒的主意不是一天两天了啊！别那么小气嘛你。对了，就上回喝那个 Rio， 多带几箱啊。走了走了，开 party。哎，等会儿去。哎，以琛，你小子基因突变吗？当然，事出有因。有什么因？一小时后你就知道了。考什么东西，神神秘秘的。一会儿见。好。啊，我的车在前面，你们到那边等我一下。好，好的。喂，以琛。我今天出外勤，现在刚到家。今天事务所聚餐。哦，那我自己在家吃。好，就这样。轻轻放开了手，低头沉默，安静的嘶吼。分开不过是眼泪暂时停留在我的眼眸，从今后你的难过不再有我，是否忘记我？再一万次你回过头，你会发现还有我。陌生的玩具总是来不及代替我的不安着急，这一场游戏没有人犹豫，伤我绰绰有余。等待最后一眼，最后一遍，最后一天，最后一点，滴滴答答消失的时间。最后这场爱情难逃浩劫，倒数幻灭，这渐渐的告别，沿海岸线终结。最后这场爱情难逃浩劫，倒数幻灭，这渐渐的告别，沿海岸线终结，这渐渐的告别，沿海岸线终结。